快点来聊天呢！节目开始之前呢，啊、哦，我在前面那个不知道，我好像是因为我早上都会起来健去健身，然后我昨天我感觉起床是有点被冷到，然后我的喉咙就有点开始锁起来。不知道，我是我是希望不要变成那个挂掉的那种感冒，那会很麻烦，尤其现在这个时候，就是。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暖，好不好？<laughs> 我认真觉得我是被冷到，因为有一天，就前天还是昨天早上起来，可能是穿太少，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有觉得有点冷，然后健身完回来之后就开始有点锁喉了，就变成刚刚那个样子。<laughs> 好吧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让我先分享一下，呃，我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，我觉得。 蛮北齐的啊，就是上个星期呢，我跟我妈去逛全联，然后我很开心的拿了一盒蛋黄派，就很好吃的那种小蛋糕，大家有印象吗？中间有奶油的那个，算是蛮多人，应该也算是我童年的回忆啦。那拿回家之后呢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很好吃，久久没有吃，一吃整个人就是很开心，<laughs> 就因为我很爱这种鲜奶油类的东西，所以。 生日蛋糕外面的那一层鲜奶油越多我就越爽。那我姐通常会直接把那个奶油刮掉给我吃。<laughs> 好了，讲回来，我大概呢，大概一天半吧，应该不到一天半，我就把那一盒蛋黄派给吃完了。然后实在太想继续吃，所以我隔天下班又去全联，直接又买了两盒回家。结果呢，我回到家打开，我就有点小傻眼，因为。 蛋黄派外面的包装是纸盒，然后里面每个蛋黄派是用那个塑胶膜一个一个装的。那它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包装啊，就是、那个纸盒，就是我之前买的，我第一次买的那个蛋黄派的纸盒，长长得一模一样了、啊。然后里面的那个塑胶膜，它的包装就是明显跟上一个不一样，它的颜色不一样。 我就想说哇塞，但心里就是自己给自己预防，这应该是不会差很多吧。结果他的蛋黄派没有奶油，而且又很干，我真的是太生气，我完全不敢相信我的嘴巴，就怎么会有一个仿冒品仿的这么烂呢、啊？ 重点是我还买两盒，就气不过，你知道吗？我我就把上一个就是还没有丢掉那个上一个包装拿出来比，这是八十七葩香。我跟我妈很像在玩那个大家来找茬，在找哪里不一样？那根本就一样啊！你乍看之样就你不可能分辨得出来，这个是这个牌子，这个是这个牌子，它就是有某些的纹路不一样，然后字体颜色全部那些都一样，外面包装也长一样，然后。 反正整个配色就一样，它就是有一些字体一咪咪，颜色一咪咪的不一样而已，就这样。但我我只能跟你们说，我觉得比较好吃的那个原产地是韩国，那很难吃的那个我就不多，我就不说了吧。它的奶油跟蛋糕的比例应该是零点五比九十九点五，就是很干，干到爆。我最后是用牛奶配着吃，但还没有吃完，好像还剩一个吧，就。 我会努力把它吃完的，不能浪费食物。但我真的是太气了，怎么会有你？我不知道蛋黄派的就是原产地，就最一开始那个版本是哪里来的。但是我这一次买的三盒的第一盒，韩国的那个版本是真的蛮好吃的。后面那两个我买错的真的，真的是难吃到炸，真的是到炸。可能有些人会很爱了，但我就不管，我很讨厌，就那个蛋糕太干了。 干到不行，你你你吃完那一个蛋黄派，你大概要喝十杯水，那个嘴巴的干度才会回来，就是才会变得比较湿润。他 <laughs> 们吞了一口沙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分享到这边就是大家以后就是买东西啊，如果你很喜欢吃的东西，还是要看一下包装是不是。有些人长得明明就是一样，但是它里面是不一样的哦。<laughs> 好啦。 开始来介绍今天我要分享的歌曲哈，第一首歌呢来自爱宜良的《我这个人》，那这首歌是发行于去年二零二零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，圣诞节当天。那这首歌也是电影《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》的电影主题曲。嗯，唱而优则演的爱宜良呢，首次跨足大荧幕就担任了电影女主角。那当然啦。 创作能量有目共睹的他，也为这一次的电影处女作献上了主题曲。那这部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，即将在二月十号上映，也就是过年期间啦、啊，算是温暖温馨恋爱贺岁片。 的这种感觉，那是在讲说，艾怡良饰演的这个女主角郭晴晴呢，她是一个念理工的女生，在一间数据公司担任小主管。那她的个性啊，就是不近人情，每天摆着一张厌世脸、扑克脸，就是她以为她讨厌世界上的就是所有的人，然后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。但其实她的内心是寂寞，而且渴望被爱的。那在 爱情的层面上呢，出演对手戏的两位男主角分别是吴康仁还有傅孟博。那一个是很有才华的直播主，看预告他跟艾怡良过往感觉是有一段感情在的。那傅孟博饰演的是一位不解风情的理工男，可能就是 <laughs> 最木头的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完全 catch 不到任何线啊。 对，要怎么讲？钓鱼也钓不到，然后直球打击也抓不到的那一种木头男的。那这出戏的阵容哇，真的是含金量很高，包括他金曲歌后艾怡良，然后两位的金钟师弟吴康仁，还有傅孟博，还有两位即谁先爱上他的之后再次合作的导演徐玉婷，还有许志燕，算是蛮令人期待的电影啦。所以。 呃，而且啊，还有除了这，这、就是、我刚刚讲的三位演员之外，呃，当中九 N 八八也有在这一次主要的角色名单里面，所以呢，如果过年期间，诶、欸，疫情没有。 这么严重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要去看一下。那如果疫情还是一样继续在烧，我应该就选择就真的是不出门了。那这首歌曲嘞是艾怡良以女主角郭晴晴的视角去谱写的作品，写出她在倔强的外表下内心是脆弱，然后是需要被在乎的这个情绪。我真的觉得艾怡良很会写这样子的，这样怎么讲？这样子的情歌，就是从这一开始。 以一开始的，呃，我不知道爱是什么，到郭靖的可惜，刘若英的相看两不厌，然后再到刘明湘的从醒着到愿意睡着，还有宋念宇的呃惯性取暖，再来到徐佳莹言不由衷，张惠妹偷故事的人，再回到自己的歌给朱莉安，还有这一次的我这个人，全部都是他的词，有些词曲都是他啦，那基本上都是他的词，我自己觉得。 没有一定的感情的经验，很难有这样子可以这么打进人心的文字呈现。尤其这首歌的最后一句，就副歌的最后一句话，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听不进去呢？只是寂寞惯了。其实。 这一年我自己的感触还蛮多的，就是如果你有听我之前的 podcast 的话，诶、欸，我有提过说我在二零二零年的二月结束了一段快三年的感情，所以现在算一算也快要满一年了，还、欸、没错。那我蛮惊讶的是，我当时看开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。 快很多了。那当然，那段时间陪伴过我的情歌也不在少数。而这一次，我会很喜欢这首歌的另外一句歌词是：“那些经历过的都很值得。”就是说，我还蛮庆幸当初是在对这个人产生负面想法或是讨厌他之前，嗯，算是我促使了这一个分手。所以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感情在我的印象中都是还不错的回忆。 那因为当时敢开口的人是我啦，所以可能我是他的初恋的关系，相较于我来说，他面临的压力是更需要勇气的吧？我觉得就是，诶、欸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但是我想结束了的这个感觉，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种感觉？就是我也不怪他啦。对,对,对，因为。 嗯、呃，在我们两个的感情里面，我一直都是比较幼稚的那个。你知道男生嘛，<laughs>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，嗯，可能怕我受不了吧，就是受不了这样子的打击也好，或者这样子的受伤的感觉也好。但我必须要说啦，就是对于感情遇到这样子的问题，我自己是觉得要很理性的，因为你的问题才能。 解决，所以，嗯，每次遇到这样的感情，也不是说每次，就是只要当有遇到这样子感情的问题或者状况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感性的层面会消减很多，是真的是用判断，然后用，嗯，可能我会去思考，如果这样子的关系继续，那未来我们可能会往什么样子的方向走。所以，如果我自己的判断比例会觉得啊，我们。 再怎么样也不会走到多久，那倒不如就提早结束，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那如果我觉得，诶这段干关关系是可以有机会继续维持下去，只要我们做一些改变，或是呃沟通过后，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希望让这段关系持续。但是当然还是要两个人有共识，才有办法这样做啦。所以每次呃在感情上面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都会。 比较理性的去处理或是去看待，那你们可能也会问说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我还会想念他吗？嗯，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呢？你们听听看哦，<laughs> 你们听听看好了，就是很认真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在忙工作啊，没有在做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个瞬间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人，这个时候就会想到，哎、欸。 身边如果有一个伴可以分享生活，好像也蛮不错的。呃，就像以前那样，就是对。但这个人这个伴不用是前任啦，只是说因为我还没有遇到下一个嘛。那我脑海中或者我的经验当中有类似这样子场景的记忆，只有跟前任有而已，所以我才会想到他。那这样算吗？<laughs> 这样算想他吗？ 我自己是不会回头找前任的人，所以我现在还蛮确定这样子应该不是想他。但有些人真的会说啊，你这样就是有可能就是啊，因为你就还是想到他了嘛。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，也是欢迎就大家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了大家的爱情故事。我还是还蛮想听听看大家在爱情上面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，或者是嗯有遇到。 什么样子离奇猎奇的经验啊？那如果你是很甜蜜的也，也欢迎来闪一下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分享啦。那我自己也是蛮期待哦，直接转回来呵呵。我自己也是蛮期待这次电影的上映。就是同时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？ 嗯，艾良在今年也会有新的专辑跟大家见面，而我这个人这首歌就会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曲，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啦。所以如果有爱情可以分享的，我觉得或者你们有什么疑难杂症，其实我也是蛮想听听看，看看就是听听看，然后嗯，算是了解看看吧，说不定我之后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。 对不对？就是提早未雨绸缪的去解决它。如果遇到这样子问题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嗯，因为我不知道哎，就是说在这一年啦，我其实遇到的机会也是，就是其实是蛮多的，但是也不是么蛮多，就是有一些机会在感情方面。可是我就是觉得我。 嗯，也不是说没有准备好，就是我自己会觉得，我现在就算准备好了，我也没有心思。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我没有心思，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我可能有 podcast 啊，有工作啊，然后有我想要玩的东西啊，我想要摸索的东西，想要增进的东西太多了，导致我就算我现在是准备好了，我也没有多的时间，没有多的心力去呃陪伴。 或是去照顾，对，所以就会觉得哇，嗯，还是会身边还是会有一些人说，哎、欸，你都这个年纪了，其实还是在找对象这方面要加把劲，也不是说加把劲，就是我要想到这件事情啦，就是我要思考到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呃，都放着他不管这样子。但我觉得好像也嗯没差吧，就是 <laughs> 不是因为你今天如果。 硬要交一个，硬要交一个，就是就是另外一半的话，你不会觉得？我不知道哎，大家是哪一种人啊？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伴带在身边的这一种吗？还是说，真的是以自己的东西先为主？我目前是想要以自己的东西先为主啊，就是我连想要录个 podcast 时间我都快要挪不出来了。你觉得我还会有其他的时间去？ 就是陪伴，另外一半或是照顾另外一半嘛，就是很难啦、啊。但是我身边就是有朋友会说：“哎，Kenny，给你可能要想一下这件事情啊。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好好好，我有这样子。”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在，也没有什么在认识更多的人，还是有了，还是身边还是会认识一些新的人呐、啊。我还是很喜欢聚会啊，跟大家聊天。但是不知道感情这种事情就是。 不强求嘛，那我们就真的是随缘。如果真的缘分到的话，我觉得也很可以的时候，应该就有机会了。但是，嗯，就是在嗯人生中奋斗的你们会怎么想？就是你们现在正在往上爬，正在努力的为自己投资，然后生活也是过得很忙碌，每天都过得很精彩。就算没有另外一半，你们还是会想找另外一半吗？ 来吧，跟我讲吧。<laughs> 其实我这个人，这首歌就是很矛盾的。你好像是看得懂你的心理，但是在某一个层面上，你是不了解他的。然后透过这首歌，我觉得，嗯，我还没有看到电影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揣摩郭晴晴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。但是因为听完这首歌，会觉得，嗯，其实他蛮懂自己的，然后也蛮知道自己可能要的是这。 要的是什么？可是可能碍于外在，或是碍于大家给他的印象，这些压力，或是自己的呃类似偶像包袱的东西，觉得我在外人眼里看起来是这个样子，我应该就要走这个样子的感觉。嗯，其实是蛮蛮有压力，或是蛮伴着自己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他心里可能就是一就是一个。 很热情如火的大火山这样子，但是他的外表就是给人家非常高冷的感觉，所以他的火山喷发只会在家里面，可能自己喝完一瓶红酒之后才会爆发。然后红酒退了之后，他会醒来，出门之后，他就是一座冰冷的嗯雪山还是說冰山啊，超烂的比喻。但但我觉得。 嗯，我自己听完这首歌啦，是这个样子。他很了解自己的个性，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展现出来，然后他还要去寻求懂他的人。我觉得这蛮难的啦，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敞开心，嗯，去让人了解你的话，其实你要叫一个人去理解一个可能刚认识的人，没有从小到大一起生活的人。 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是呼吁现在在感情中的大家，如果你有一天生气了，然后我觉得你不要真的保持一个“你怎么不懂我的心”的这种感觉去责备另外一半，或是去跟另外一半吵架，因为。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，你也不见得一定懂他不开心的点在哪里。我觉得这就是同情心啦，同情心跟同啊同理心啊。我前上个月吧，我跟我姐聊到同理心这件事情，真的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之前之前讲过哎、欸、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再就再讲一次。我那时候跟我姐讲说，呃，如果你要找另外一半，可以，毕竟还老大不小了。<laughs> <laughs> 我说你要找另外一半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要知道这个人有同理心，因为有同理心他妈真的太重要。同理心包括他太多事情，他会换位思考，他知道你，呃，他会知道你为什么而难过，就算他不知道，他会尝试着去了解，了解之后他会把自己投身在你的处境里面，替你想。 这就是同理心，所以当你有任何的困境，不管是你家里，因为每个人的家庭不一样，所以假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是超健康的，然后没有没有任何的债务压力，可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家庭可能就有这样的债务压力。我从小就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我有办法知道你的难过在哪里吗？很难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同理心的人，他基本上他就可以将自己这个角色。 注入在你的角色里面去理解你。如果你遇到，如果我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，我会有多难过？我会有多不自在啊？或者心生活会有多艰苦？所以我觉得同理心真的非常重要。我在这边奉劝各位，现在正在找另外一半的人。 当然啦，经济能力也是一个重点，但是我觉得同理心真的要具备。不管是男生、女生、同性、异性，你们是要找呃同性的伴侣，你们是要找异性恋的伴侣，都一样。只要要跟你在一起的人，他一定要有同理心，你们才能沟通。我是说真的，你们在沟通上才不会有非常大的问题。如果他有同理心的话。 因为他会试着，就算在气头上，但是在气头下，他都会去思考：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所以，哇，今天真的是心灵鸡汤，<laughs> 这就是我这，因为我。 前因为我很喜欢跟我姐聊天，然后虽然我们生活都很忙碌，但是只要有空下来，或者是我有去找她，她要回家，我们都会聊，可能会聊到半夜，聊通宵都有可能。所以，嗯、呃，之前是我会很常去台北，然后我都会住她那边，所以我们都会聊到像感情啊这样子的事情。我们最后同证结果，其实我讲的啦，她以前也没也没有想到这这件事情，所以她其实在以前在感情里面算是有点。 晚餐你要吃什么？完蛋！我妈刚刚打电话过来，问我要吃什么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已经忘记我刚刚在前面在讲什么了。完蛋了！我前面在聊什么？好，刚,刚讲到我姐都在，嘿，没错，对，反正就是，嗯、呃。 同理心这件事情啦，就是他以前的感情里面可能比较辛苦一点，我自己这么觉得。所以大家如果要选另外一半，请慎重，<laughs> 请慎重哦。同理心很重要，再来才是看可经济能力啊，然后家庭状况这样子。我觉得能帮你，就是这些，呃、主要的条件。 利好了之后，当然还是有轻重比例啊。你觉得这个可以不这么重要就少一点，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就这个比较重要的话就多一点。你这样选到的伴侣才不会怎么讲，不会这么辛苦吧？我觉得嘿。那首先一首歌扯超远，<laughs> 第二首歌我要介绍到的是 Hugh 乐团的。 我们那 Hugh Hugh 乐团是由三位团员所组成，成立于二零一七年。三位团员包括贝斯手阿猛。 鼓手孙仲熙以及主唱兼吉他手的知更，他的本名叫做刘廷佐。那 Hue 乐团呢？Hue 是那个、啊、H U E，就是大家其实应该会对知更有点印象，因为他在二零一九年年初的时候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就叫做刘廷佐，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新人歌手。那你们也没有听错。 没错，他们的团呃乐团成立于二零一七年，但是知更在二零一九年就率先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。我看了一些资料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就是计划有所改变而已。而且这一次以乐团的身份出专辑，完完全全不同的风格，真的非常的不一样。那。 hue 这个词的意思是色调，而第一张专辑的名称就是同名专辑啦，就叫做 hue。那带给我们十种属于 hue 乐团的色号，从色号一鱼（愚人节的愚）一直到色号十山。这十首歌曲，十种不同的色号。如果你是喜欢， 呃，摇滚、嗯、乐的人的话，我觉得 Hugh 是一个很值得你去认识的乐团。那这一次我想要介绍这首歌叫做《我们》，我完完全全是被这首歌的编曲给吸引的，因为这首歌算是完美呈现他们专辑介绍里的三句话。第一句是鼓组成为我们的双脚，再来是贝斯即是心脏，最后一句。 耳机，它是那千万根毛发般的思想。它后面其实还有讲到说，最后借由人声，就是人的声音，成为我们灵魂的出口。其实这三句也就代表着三位团员。最后一句当然是在代表主唱嘛。那由他们组合成这首歌曲，也组合成这张专辑。这就是其实真的是为什么我会很喜欢乐团的原因，因为他们的音乐让歌手的声音不会。 那么成为焦点，因为每个团员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，所以应该是每个团员都是这个团的特色，都是这个团的焦点所在。而这首歌从一开始吉他垫着贝斯，到突然鼓组的进入带动主歌开始，再到副歌啊，然后间奏的情绪堆叠，到后面急促的编曲，其实。 真的就好像跟着歌曲里面的那一对恋人一起流亡，然后只在乎彼此，不被世界束缚的那种潇洒的感觉。所以我有好几次听这首歌，听到后面都觉得我应该要，我应该真的要跟谁一起去私奔了。<laughs> 真的就差没有对象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好好听哦，这首歌真的。然后另外还有一点我很惊讶的是，知更的声音真的。 非常的多变，他在二零一九年自己的专辑中的声音跟在乐团的声音是很不一样的。其实也不难看出来了，他想要做的音乐是嗯、呃，非常多元性的，有很高冷的风格，也有像这次乐团这样炙热的摇滚。你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品味一下这个团来自 Hugh。 的我们，那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《滥情歌》，也非常好听，你们也要赶快去听听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介绍两首歌，再帮大家同整一下。第一首来自爱怡良的《我这个人》，第二首来自 Hill 乐团的《我们》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介绍两首歌，尤其是第二首 Hill 乐团的《我们》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爱这首歌，它应该是我嗯。 年虽然他是去年底发的专辑，可是没办法，我就知、是、道前一阵子才听到，就是过呃跨年后才听到这首歌，所以他目前啦真的是算我现在是一月二十二号，嘿，没错，一月二十二号为止，我最喜欢的歌曲到就是到目前为止，今年我最喜欢的歌，然后介绍给你们，我觉得。 很多新生代的歌手，或者是很多独立乐团，都他们不是独立乐团，他们是有就是有公司的、哦，他们是福贸底下的呃歌手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有很多这样子新生代的歌手音乐都是需要被推广、需要被介绍给大家的，不管他们是不是主流，他们有没有爆红，这些人都很值得大家的鼓励，因为你真的。 仔细听都听得出来，他们音乐里面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能量，然后非常多想要传达的东西，他们自己的想法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然后或者是他们对这个社会周遭所感触到、体悟到的东西，都在他们的音乐里面。那这个团体它是属于摇滚的乐团。 你们如果喜欢摇滚乐的话，真的要，而且他们的贝斯、吉他，尤其是吉他，哇、哦，还、啊、是吉他编曲，然后他们的鼓组真的是很屌。我我真的，如果你们是爱音乐的人，强烈建议你们去买那个监听喇叭，就监听喇叭，还还是你们叫监听音响，不知道。<laughs> 就是那一种两颗在左右的那种喇叭，不要买那种有贝斯，就是有那个低音喇叭是单独的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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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是买两颗在左右的那种喇叭。其实基本上录音室的喇叭都长那个样子，所以如果你们买好一点的，一其实一万到两万，我自己觉得至少要破万了。就如果你们真的要买，就是真的很喜欢音乐的话，我觉得至少喇叭破万。 嗯，那是必须的，好吧？<laughs> 我觉得是必须的，是可以花的钱，因为你就在享受嘛，就是把钱变成喜欢的东西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我觉得一万到两万之间，对一般人来说，它可能是一点小奢侈的花费。但是如果你真的爱音乐的话，你在家里会很爽，不一定要在那买到那种七七点一、七点几那种家庭剧院型的，因为我们没有。 哦，如果你要也是可以啦，但是，但如果你是纯粹喜欢听音乐的话，强烈建议你们，你们就搜寻监听喇叭，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，但是一万到两万的，我觉得就对一般人来说很够了，真的很够，你们可以，你们已经可以听到音乐当中很多的细节。 歌手他们想要传达的元素，他们想要把鼓摆在前面，摆在后面，他们想要让左边的吉他出来，再跳到右边去，都可以听得到，就是在这种监听喇叭里面都可以听得到。那第二个建议的就是，如果你们没有买 CD 的习惯的话，呃，现在有 High Res 或 High Fi 的串流平台，都是你们可以选择，呃，付费的音乐串流平台，就是它的。 那叫做什么音质？没有被压缩的感觉，会让你对听音乐有更大的享受在里面。所以我也没有指明是哪些 <laughs> 串流平台、喔，我觉得对，没有没有帮忙在打广告、喔。但是它的如果输出的那个频率是四十几的话，你们就可以选择付费那一种的串流平台去收听有这样子音质的音乐，我觉得你们会很爽。 你们的耳朵是真的会怀孕。<laughs> 我现在就是有购买这样子的付费，然后我每天听，因为我真的听音乐的频率太高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我闲下来的时间都在听音乐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花的很值得啦。那硬体设备当然也是，所以希望大家。 爱音乐的大家，好吧，爱音乐的大家，我们一起来支持这些好听的音乐，不要让这些好听的音乐被嗯听不到，或是被看不到。他们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支持的歌手的音乐，这样子。所以今天的 p a d k a r t 就到这边了。我我后面好像有点太太怎么样？大家会不会听得更反感？就是你这边。 一直边推销、直销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这种感觉。<laughs> 我是认真分享音乐，<laughs> 就是希望你们都可以听得很开心。<laughs> 对了，就这样子啊。那那么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啊，哪一好先啊？呃。